发青块，哎，我才年来这大的时候，从没出来。大豆豆，你吃不吃嘛？吃。吃哦，哎对，哎呀，哈味啥的都吃，还吃点哈味。干粗粮啥子都吃，你咋来找我哟，我嘞，嘿嘿嘿嘿嘿嘿。那我有呢，那我有呢。咋了，春春？你脚又冲上高的了？没问题。是不是？匆匆的搞的喽？赶紧把鞋鞋穿起。把鞋穿起不啊？穿起，鞋穿起好走点嘛的。对了。你走了啊？对，去穿鞋啊。嗯好。哎，穿鞋。春春，你看他在看。那在看，那大家伙在那弄饭。在发。在刷，在整理。在学习哦。嗯。你这边不要烧着，喜欢煮的多些多嘞。看啊，那转你了，包。哦。哦，大好吃的。哦，两个月快一点了，够了。你那个没怎么看过，我说给你个毛包，就在这里，别多。我要吃耶，春春今年两岁就开始吃自己的包的粽子了，是吧？好了，卷了，拿过来，爷爷卷过去，粽子卷了啊，那粽子，哦，弄卷了。我卷了。哦，喊你教他。喊你教他。对啦，这里看了。你要啦。还有啦。哦，两个有个了要。把这炒火了，把你给放。行，来。哎，农村呢就是方便，这个种一都可以包粽子，城里面的话都还得拿线喽。城里面有心，没得吃也是垃圾吧？不过今天有些看买的有点，有些看那年子走啥也买的，有些买的。嗯。那你走哪去哦？我们去买玉米哈。玉米。哎，玉米，走嘛。走，我们一起去。哦，大伯在了。哎，你去搬包裹啊？哎，要得，走，跟大公一起去。妹妹。哎，好。玉米，哎，玉米。米。玉米。米。
上面。上面。上面对。啊，这哦，这上面好多玉米，看没有？嗯。啊。哎，慢点啊，爷。地瓜。哎，不是南瓜，慢点啊，晨晨。南瓜。南瓜，对。南瓜。这不胖不胖，南瓜的呢？哦，这里有石头，走路时脚要跨过去哈，看到没有？我在冲。哎，石头，那个大石头，脚跨过去嘛，慢点啊。哎，对。冲。哦，又拽了，哈哈，慢点啊。再拽。哦，再往拽了，痛不痛？痛。痛哦，哦，哈，慢点。嗯。我拽呀。我。哎。哦，这里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对的，晨晨，你可还没那么高哦。搬来拖不？来。啊，耶！把它搬下来。嗯。搬得下来不？能下。使劲的。哦，你先把叶子切了。来，晨晨。嗯，苞谷。苞谷，对，苞谷。苞谷。苞谷，玉米。米。玉米。来嘛。你不这个，还不这个，这一根，这根搬过来。啊，换一根啊，你搬不下来。我搞个呀。妈妈搬下来。哦，搬下来，搬下来。啊。苞谷。哎，苞谷。耶，扯不动是吧？那苞谷长得又虚虚。对，嘘嘘。哎，长得有嘘嘘。过了。要抱起来了哈。哦，对哟。耶，这玉米漂亮。都热呀。哎。我们养不起。走吗？走呀。走啦。走出去。走出去。出去，哎，那蚊虫多。好不好走？苞谷。哎，苞谷。等下再吃那个是。苞谷啊，对，全是小苞谷。晨晨，自己搬的苞谷哦，好吃哦。嗯，好吃不？好吃。好吃啊。